全球车辆已经进入电动车的趋势，参照这台就是目前市面上上先进的百万电动车款。这回国通汽车因为当年来跟自由工商有三项合作，加上总经理也是该校初中时代校友，所以全台有八台电动车的关键当中，台南的技职教育学校就选定自由工商，适合上午正式进行关键，场面相当危险。石油工商站不站？站。国通汽车站不站？站。这摆关键对着自由工商的汽车科学生来讲，除了理论以外，会当学到上大件业界的技术，符合产业的需求，创造双赢。未来的时候，也是一个电动车的发展趋势，所以我们希望在学以致用，把车子未来的趋势里面，我先提供一部车子，让我们同学里面能够好好学习，能够好好的了解，以便未来能够马上进入这一个职能，马上建立职能，能够马上到产业里面发挥他们的长处。的特色课程上面，我在实习上面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也让我们学生有实际上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。那我们现在把这台车是放在我们的汽车一厂，除了让我们学生有示范教学，也希望跟他们有所谓的实作的机会。好，这在我会安排在我们的特色课程的选修上面。当然，我们的电动汽车也结合我们的电动摩托车。好，我们学校的特色课程上面也朝着电动摩托车在发展。不要校长嘛，初体验来驾驶电动车，对着车顶的配备相当新奇，希望日后持续三下合作，透过实车的教学，培育更加多优秀的人才，让学生毕业得顺利到达就业市场。台湾新闻，军旗蔡宏博的。